欢迎收看《鲁地》十七，捕捉云海路啊，超快的交通工具坐骑。Hello， 这里是 Tommy 斯泰。制作云海路的鞍具之后，就可以骑乘了，比之前的紫霞路快很多很多，跑得贼快，有一个冲刺技能，一冲就是老远，而且还可以二段跳。我去，反正这个非常牛逼，冲！是一眼，我操！逮虾户啊，兄弟，逮虾户，逮彩矿。云海路的捕捉地点在地图偏左边这个地方，旁边有个传送点叫修行者瀑布啊。要来这里的话呢，我们一开始从这边是出生点嘛，从出生点一直往左上走到红色的区域啊，再走到双骑士大桥，然后往西边走。走到这里，这里有个瀑布啊，修行者瀑布，在瀑布的下边有一个洞穴可以进去啊。44级，这个最后肯定很好玩，好吧？最高也就50级。不能坐。你说那个云海路在这儿，这瀑布里面藏着吗？水帘坑道。真的有一条路在里面哦，在这儿。现在看到有图标了，只要是探索到这边就有图标。哦，就在这里。其实这个长得很像那个谁，我之前就想说，长得像那个勾帕鲁文啊，钢加格斗，很特，就颜色一模一样。小这个25级，找王，赶紧抓找王。2000血，我还是喜欢用3连攻。毒雨酸雨，酸雨会跟踪我。找王不太行了，还是换草泥马。最牛逼的就是草泥马，草泥马是王。啊，打不过，这一定要闪掉才行，不闪掉就会死。不闪掉，他打我一下掉4分钟才行。小心点，注意点。其实不用我打，我这完全是刮痧，我只要躲掉就行。注意血量，太死了。酸雨，等下换出高级球。回来吧，差不多了。又是这样。
我昨天也是这样，我昨天抓那个什么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玄什么鼬啊？极玄鼬，我抓到了好像。最后一球，牛逼，一球超人。每回都是这样，很搞笑。好像是在这里抓到的。兄弟，真的玩这个游戏也有一球超人。一球超人，中出江河，到时候要来。云海路，这是你说是跑得很快还是？什么鬼？这栖息地怎么这么多？我以为是只有那里有，左下角有一大堆云海路，还有右上角有一点。